演员，但主角得一个，倾咗成晚，终于嚟到关键时刻啦。我觉得主角的动作要快、狠、准。武侠剧咩？快、狠、准。哈，导演啊，计我话咧，要吸引观众，最紧要就系打得有型，同埋打得潇洒。冇错啦，系呢种感觉啦。做男主角有咩条件？人气咯。好彩我假假地都叫教主。等我叫把神徒到场打气先。我班神徒，你哋跑嚟跑去做乜啫？呢啲咪叫做平庸咯。如果我拍篮球剧，一定操翻系我最劲嘅。套剧听讲叫男儿争入樽，我咪就系嗰个男儿咯。佐敦罚球线起跳就叫劲，你睇下我啊！佐敦道起跳都仲得啊！你以为人多就掹到我？我仲有一招劲到冇朋友啊，叫做垂直的薯条。薯条，咪住！我仲可以加无限转体，我根本就是一条放肆嘅薯条。其实呢，我一早想讲的了，男主角我已经揀了。我要找的演员除了眉清目秀、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、风度翩翩、仪表堂堂、威风凛凛，够了导演。是的，是的，还要有本事将生命融入篮球，将篮球融入生活，再将生活融入个客的产品那里。多了导演，我嫌讲得少一点。今次主角的人选最紧要型，我已经揀了姜涛。閃爆你噶！等你操翻你啲球技，定等你啦啦队成团啊？打波同买物嘅一样，都系靠速度赢，点可以停喺度等噶？我识用麦当劳 app order pay take， 唔使等就系赢。See。
定出街，小心神逃啊！講多嘢俾你哋知，個 app 仲有好多 coupon， 請埋導演同工作人員食，你睇到幾多片？飲杯！細實同埋物嘅一樣，係靠速度贏。